现在服务美国旅客选择更多元的亚洲行程，长荣航空从12月1号起和印度航空贡挂班号，联营台北、孟买的航班。那么旅客可以选择经曼谷或新加坡，每天飞航的航班前往孟买，可以一票到底行李直挂。不但带给乘客更多旅游弹性及便利性，也让长荣航空和星空联盟的整体飞航的网络能够更加的紧密结合了。那么长荣航空开辟的孟买航线不但揭开了印度的神秘面纱，让旅客借由便捷的空中交通进一步了解这个神秘国度，还可以探索宝莱坞电影的大本营。同时感受到印度的自然历史及人文多元样的风貌，让旅客以最轻松悠闲的步调来欣赏印度。而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，还有长荣航空各航线及各项的服务，都欢迎您可以上他们的官网来做进一步的查询。